阿蕭你好勁啊！我覺得真係，大家應該睇視視，嚟緊仲有好多啊，嚟緊仲有好多。咁今次呢個主題咧，我講少廢話先好快。主題叫《八同我》啦。咁樣嘅歌咧，其實同我哋最尾啲嘅歌咧，其實係好。其實好 match 啊！咁點解呢？大家頭先除咗有冇去澳門之外呢，大家有冇去九龍塘？去有一成嗰條天橋。咁去天橋咧，其實周不時咧就有啲乞衣喺度嘅，係嘛？有冇俾錢先你？有。係咪㗎？我冇嘅，我冇，我真係冇啊！咁其實冇㗎。咁呢啲歌咧就係咁啱有一次行過，咁見到個乞衣好慘啊嘛，咁啊寫咗只歌咁樣。咁其實呢歌咧就係講希望佢哋可以自力更生。最後一首歌《Sleep Out》。
band， 其他就好多勁 band， 第一。